2022年伯明翰共和联邦运动会女王接力棒接力旅程终于来到马来西亚。作为官方合作伙伴的浪琴表，为了隆重其事，将精心策划一系列活动迎接指挥棒的到来。今天，大马勇将沈威胜作为大马站接力棒传递者，在浪琴表品牌之友钟景化的陪同，以及浪琴表品牌经理黄世佑的见证下，把带有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寄语的接力棒送到吉隆坡城中城。我个人非常期待就是今天的这个 event， 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运动生涯里面第一次参加就是baton relay 的一个 event， 然后再加上马来西亚有这么多的优秀运动员，我被选中了，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啊，对于这次的机会。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准备的状态当中，所以不会说突然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晶。Right， 所以我们的生活其实都过着一样，对。所以对于时间这个方面呢，肯定的，除了训练是 priority， 那剩下的像空余的时间等等呢，我们可以去适当的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等等的，或者出席一些活动啊。即日起至1月28号，浪琴表深海征服者第22届共和联邦运动会腕表将与女王接力棒在阳光广场的流动式专柜处展示，让公众有机会近距离目睹以及了解这项意义非凡的赛事。那其实 Longines 他们人太好了，他说我们其实有这个活动，你想要来看吗？来出席吗？我想说，可是我跟 Commonwealth 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只是一个支持者，可是我就没有很擅长，就是运动的方面没有很活跃这样。他说没有，现在你来出席啊，可以交个朋友啊，跟大家见面啊，因为你是 Friends of Longines。我说好啊，好啊，好啊，我就来了。所以今天活动还蛮顺利的，然后今天这个表也很漂亮。今天就推出这个表，因为根据今年的 Commonwealth Games 呢，龙俊就推出了这个 Special Edition 的表呢，全球只有2022只，然后卖完了就没有了。接下来，女王接力棒将在269天内横跨14万公里，前往英联邦72个国家或地区，展开全球接力旅程。除了启发新一代，也宣扬团结现今多元化英联邦讯息。浪琴表为了全力支持接力旅程，将会在各地品牌专卖店配合，迎接接力棒的到来。